我要想，我们从早上七点骑到现在了，你看，但是我都不会累，真的讲几句话啦。好，代表选手向前。很麻烦哦，这个证件是一定要好好的移一下。我们全台北市健身健美代表队哦，往前走一下。市长顺便看一下我们前阵子为我们台北市拿下冠军的哈队伍。对对对，来来来，我们站在前面，来，市长一起来吧，这样。市长那个选总统的时候要听一下。对对对。这些运动的证件是这样，好像我跟三市长有一个共同的证件，就今天为什么我们用骑行，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都能在一个健康、欢乐、充满正能量的环境下呢，在我们的台北市生活。所以我们今天选择了骑行来做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竞选活动。那当然跟三代呢有共同非常重要的，这个是要广设我们台北市的健身房。所以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位哦，都是每个都是我们健身健美协会的教练哈、哦，他们都有工作，有这个国际的这个教练资格。所以未来三代的证件就是要广设的社区健身房，同时也要增加我们社区的健身指导员，就是他们了，就是他们了。好、哦，他们就有。广设健身房之后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肠道比例降低，因为大家都运动了，老人家的肌肉增加了，老人家就不容易跌倒，不容易跌倒，再一次就会怎么样？就不用卧床，就不用床上。对，所以其实这个政策是一举多得的，除了让我们不管是老中青哪一代都可以获得健康的身体之外，我们国家我们社会的对于肠照或者对老人家的这些健康照顾的成本就可以节省很多，所以一举数得，所以我们一定要一起努力，让三三进入我们的市政府，带领我们完成这样这件事，大家说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是这个事情，我要先说一下，这是柯文哲市长任内很重要的政策，而且已经在做了。他成立的是高龄前瞻运动中心，已经训练非常多，希望训练更多的教练能够来教长辈运动，让长辈能够练他的肌耐力，让他能够学重训，而不是只是到去唱卡拉 OK， 希望他可以开始训练他的身体。所以市长已经在12个行政区设了各自的据点，而且训练了很多的年轻的教练，我们希望将来社区里面各种据点里面都有这样的课程，让长辈用480点可以去换取做教练课程，这样子我们的教练们工作就会稳定，他就会更投入来训练我们的长辈，然后让我们的社区年轻的教练来协助长辈，让他们更健康，以后就节省掉长照的费用。这是柯文哲市长的最好的政策，对不对？对。继续把它延续下去，好不好？好。现场的健身教练们，大家是不是到时候一定会相挺？对。好，你们别都很壮。市长要，大家要不要讲一下？我想要讲一下。对啊，你们讲一下。谢谢。可以吗？谢谢董事长，未来台北市的市长啊，要大力的支持我们的市长这个教练，那我们就会。更低的出门干部展示健康还是身体，我们都能够跟市长一起茁壮。好，谢谢。刚刚市长提到说他想要练成跟你们一样，可以吗？对，好，来，各位选手一起来一个正面双手公会投机，正面双手公会投机，耶！刚度完蜜月、啊、对啊，其实全身是啊，你可以摸摸看，你可以大姐看一下，真的是真的，那个不是土的，那个不是画的，是真的，真的。对啊，所以我们如果每个市民都可以训练成这样的肌肉，好不好？健康起来，好不好？那我们不免俗，还是市长要再跟我们讲点讲。我发现抽一点力就健康一点，很快就没事。因为医疗体系一直不是很好，那医生并没有钱，他们很多小病都很大，所以大家都是不是很好。那现在那个叫健康，那个不是健康，不管是我们在做健康，就是要好一点。那刚才目前说，要做到那个小的变化。不会变大便，因为大便不会死，它太偏后面。所以如果是健保，那发现抽一口就健康，运动不健康。那
目前台北市这边，因为当时在处理那个六十五岁以上，然后就 ABC， 西的大概在里长杯我们送礼办公室过去，那个他们来凤山的时候，那个我们做一段，那个应该只有十二，也是要上三星课程才到一段，那我们那个教练可以送，因为有时候你每天都看同学教练在做运动，不太习惯，因为那个运动器材，都要重量控制的系统，对不对？教练，然后因为每个教练教练的系统，所以这个可以教练到不同的女性上课，那一级的，那一级的这个那也比较有比较虚弱的，那一级是在这里那个分段，那个我们现在还得那个在运动中的分级练习，他在正确六十五岁上，那。如果可以的话，我让孩子做成那个自由运动看一点的成绩，他们就是做自己做一下，做到不错。那他们可能时间有社会局、社会局卫生局、体育局在教育局，甚至工作部门做，我们希望做这个。很多孩子学大学有的在高年前端看到我们做的事情，因为这样，那我们就来用这个模型讲，大家设计，要做理解。反正说，反正讲没有问题，就说，就是超过六十五岁以上，那估计他就会退休，这是没什么的，他们就会增加很多。就讲说，因为因为说，如果六十五岁以上，应该会大概，应该后面的话都会觉得那个参观时间非常长，因为这个自己报名的人就跟受难者相比，那讲的话，我印象里啊，只要算是可以的，会超过的嘛，那就是不管怎么样。看个照片，那不要被追跑了，不要追。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下半身是要看全部分析的课程，那我们在压身体压力的时候，我们必须去使用中医去找中医。那我通常看一个人，假如我是家庭的医生，我估计这病人得轻度，因为要遇到带血症来的，那估计他得轻度，就是他。肾脏肌肉的变化，那个肾脏肌肉量像二六跟脚背的关系，所以为什么会撞成肌脚大受了？那我算过呢，那个腰部以下肌肉，可能是战争跟面积的问题。所以我要看一看，我们在教训啊，在平台上大概够摸一摸，我们要估计说这个病人大概忍受那个带血症，然后就是生理上的不对，这个很复杂，不要太担心。真的很复杂的一些问题，在今天才有很多。谢谢市长，谢谢市长，期待将来能够多点长辈健身，希望下一个有健身房，好不好？好。谢谢。因为我们还有时间有限，我们要赶往市政府的广场，所以我们今天剩下一点点时间，合照，我们欢呼一下，好吧？先帮我们珊珊好助阵一下，好不好？我们大家喊一下，对，黄珊珊。